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事聚焦。啊，二十四号，这是川普的另外一段发言。他发言直接冲着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马克去了，波尔诺维奇直接冲着他去了。呃，亚利桑那州的审计，我们跟大家解释过，亚利桑那州的审计这个事儿呢，就是哪儿来哪儿去。呃，最后最后我们看到，真正进行审计的只有这一个州，其他的都我我后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也少了，因为。 说心里话，看不出一个眉毛来，看不出一个真正的往前推进来。那今天到了亚利桑那州，这是真正推进，真正走到最后一步呃，但是呢，呃，布尔诺维奇呢，川普似乎对他有微微词，似乎对他有微词，可以这么讲。那他的微词的概念，我愿我愿我个人觉得愿意可以跟那个达勒姆，是达赫姆。 进行对比，达赫姆当时，川普也有等同的位置呃，认为他太慢了，太慢了。那即使后来川普很赞许他，最新就是他最后一个推文很赞许他，也觉得太慢了。但是他确实做的不错，这是川普很，我我个人觉得他很有个人魅力，就是大家能接受他，呃，接受他的一点，真的，他不去掩盖自己的是与不是，不太掩盖。 所以这里面他提到，去催促马克，催促布尔诺维奇，说你为什么不把报告拿出来？而布尔诺维奇呢，我个人以为，因为他要他要明年参选参议院的议员，那而他参选参议院的议员，他当然也知道要获得川普的背书有多重要。那 但是他在什么时，他而目前一直，川普对他不说话，很多人也对他有看法，而他，我原来节目中就跟大家解释了，我说他一定要走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，他认为关键点的时候，他才出手，在有关审计的问题陷入僵局的问题的时候，是他关键出了一下手就成功。